我第一年去，先排到第三家，个线图攞张纸写翻你个名，搞好咗你个球员去抽奖，抽十个球员去参加呢个参加赛，都请大家踊跃参加啦，因为都有翻啲礼物送翻俾你哋啦。 啱啱嚟到嘅同學就都注意啦，當日會試嘅時候，我都會將衣服咧同事會有張飛軌俾你嘅。咁張飛軌除咗可以喺對面嘅卡塔連衫之外咧，仲可以喺你隔離嘅寶礦嘅水質嘅卡塔度用翻四支寶礦嘅。咁大家換咗飲完之後咧，都有大家清理翻好個垃圾，我哋要保持翻個場地清潔。手翻啦，手翻。 咁各位兩隊球員都注意翻啊！我哋今年嘅三人賽咧係會以最新嘅規則去舉行嘅。咁除咗係停標之外咧，其他嘅規則咧都唔會有太大分別嘅。咁每隊咧係會有一次30秒嘅暫停，除咗暫停嗰下停標之外咧，上場比賽都唔會停標嘅啦。 再提一次大家啦，嗰啲垃圾咧，唔該清理翻好，唔係一個出場外咧，好容易發生嘅。